我是子弘。本周的第十名是蔡佩萱的《因为曾经爱过》，歌词也就是在说，像我们就是感情啊，就是遇到了可能不好的结局，或者是有时候分手收场，但就是因为曾经爱过，所以我们要可以去。不要去看那个结局，其实可以去回味那个过程。接下来本周的第九名是孙盛希的《另一个结局》。那其实这首歌是陈意涵自己当导演的一部戏，叫做《幸福近在咫尺》的片尾曲了。那其实陈意涵他不仅当了导演，他也当着里面的主演。那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他找来了我们的那个创作 OST 创作才女孙盛希，孙盛希作曲，然后呢陈意涵写词。他这次做的这个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境，诗情画意。他其实大概大致上就是表达是说，你可能一个人孤单久了，或者是你离幸福很远了，很久了，你会感觉说这个东西自己是 touch 不到，是触摸不到。但是其实你换一个方式，其实这个东西就近在你的眼前。再是本周的第八名是张韶涵的《没离开过》，非常的厉害，上升三个名次。因为其实《没离开过》。就是家喻户晓的歌曲，因为是之前就是有林志炫老师所演唱的，没错。那这次是做了改编。接下来本周的第七名是毕书尽的《疗伤》，他这首歌很特别，是说你这样听好像疗伤，你会以为是治疗的疗，就是疗伤，那其实不是，它是聊天的聊。这一语双关的歌名，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可以就是无限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因为非常舒服。而且就是大家就是对于疗伤都会觉得，哎，好像要喝一波啊，然后就是姐妹要哭成一堆，但是其实他用这个聊天的聊，其实会更舒服，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伤我们是可以用聊天的过程可能一起走出来的。我这边好像受了个伤。来，我们聊一下，哎，怎么样啊？哎，还好吧？最近还 OK 了，那就没事了 ，OK。啊！你看，就是这么的正面，这么的积极 ，OK。这是本周的第六名，是陈嘉玮跟婷竹一起合唱的《你在身边》。那这首同时也是我不离开的 demo。这一首是陈嘉玮他在2015年所唱的 demo， 他收录在戴爱玲的那个2015年的专辑里，他跟阿玲一起合唱的。哇，双领合唱。对，而且就是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好听。今年呢，就是陈嘉玮又拿出来那个跟王牌制作人陶山就是一起合作，然后跟这个婷竹，然后一起做一个女的合唱。接下来本周的第五名是高进的《有太多人》。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对高进这个名字没有很陌生。对，近期非常火红的。对，因为他是我们不一样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创作者。那其实这首歌它很特别的地方是说，你去一开始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是很不断的在 touch 你的心的，他是在告诉，因为他一直在说有太多人，有太多人怎么样，但其实这些有太多人就是在讲你，也是在讲他自己。是，就像这首歌，然后跟那个我们不一样，就会觉得，哎，其实就是好像没有在讲什么，但其实就是因为写实到太贴近，就很像在跟真的跟你讲。对对，他就用讲话方式，然后进这首歌曲。再是本周的第四名是傅佑轩的 Better This Way， 然后是 Unplug 不插电版本。那其实这首歌在去年呢就已经推出了，而且它是跟这首歌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带点复古 R&B 的感觉，然后它是跟那个饶舌歌手韩勇一起合唱的，所以非常的有震撼感。今年2018他就有所突破，他做了一个不插电版本，就是让自己的声音更出来。其实我觉得也代表着他也觉得，哎，现在的女性就是要出来出声，然后去面对有一些失去的事情，然后要更正面的挺出，就像要选到一个 better this way 这一件事情。接下来本周的第三名是五月天的什么歌？毕竟榜歌曲啦。对啊，毕竟榜歌曲啊，因为他们也同样是我们的演唱会天王。根本就是好像一整年都在看他们在巡回演唱会。去年三月开始。对啊，哎，你们有休息一下吗？巡回演唱会。哪里晚安？其实我稍微学一下，就是巴黎晚安要怎么讲 ？Bonsoir Paris， 是这样子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刚到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场地的外观，我觉得太扯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是在开玩笑的，是你们让这一切变真实的，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永远不会想到在五月天成军第21年的时候，我们会来到这里和你们一起唱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就这一次，继续播报我们的那个第二名是黄明志跟邓紫棋一起合唱的《飘向北方》。接下来要播报本周的第一名，第一名是余文文的《体面》。哇，好红哦这首歌！其实大家对这个歌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而且对这一个电影就是非常熟悉，就是前任。已经出了第三部叫再见前任。其实真的很多女生然后会想要唱这首歌，因为她其实就在讲一些我不知道，就是其实真的很有感是什么，就会觉得分手就是有时候就是不要做得太难看，就是要有一点体面。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很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它还带动了非常多很厉害的去 cover。 来不及再流着泪，像是理解。恭喜以上10名歌手，那下周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 KKBOX 华语新歌周榜哦，拜拜。